欢迎来到英。这盘应该能知道自己输一盘扣多少分的，兄弟们。我是为了狩猎而。韩服之前掉线了，然后正好又连跪。关键现在峡谷没有演员，又是新赛季，就比较有想冲分的欲望，再加上每一盘都玩的还挺舒服的。现在那个峡谷都是人脸识别了，所以说没有演员，这个还挺好的。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就你看得出来，这个人可能是真的技术不太行，但是你在韩服基本上能看得出来，那个兄弟就是在送，就太多了那韩服。毕竟没有人脸识别。这个峡谷这个做的还是挺好的，真的。利用他们的弱点。就是你送啊，你送一盘可以，你送个两盘，你以后就永远没有办法拿自己的号打峡谷之巅了。就你一直送，被人直接实名举报的话，所以说现在的演员就算有也很轻微，这个地方很美，他不会那种明着直接去送，还是挺好的。哇，他们是堂堂打赢的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还是舒服。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。你根本不应该让他把念头打杀，要活在战斗中，别死了去。不如果是辅助死就更好。世界一直在变化。我必须重新汇集力量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现在都有什么把人民当成世界啊，玫瑰的红都是出手的风。
行。蛇是辅助啥的。其实我玩卡莎最讨厌这个塞拉了。这塞拉是真的，这英雄太讨厌了。但是在这种打野一直帮的情况下还能玩，不过我们的上路有点难受。03年。我操，这攻击力是什么？攻击速度是什么？回来了，也变强了，我必须重新汇集力量。刀越快，火也越快。有人看到我这个下的后退，可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才能活得更久。
这一波就跟雷克赛的操作是拉满，这边也是有点现在放的有点太随意了。这边技能放的也太随意了。生存是我们都有恨的。一阵凉风，我记得，让我想起了家。我的手都颤抖。为不保野兽的话。这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狩猎而成，但留下来是因为鲜美的果实。相信自己，卡莎，要对自己说，你可以活下去，会有机会的。
们这辅助大招都没用出来吗？我们这是秒。哎，卡莎这英雄真的路人还是差了点味道，有点难杀。这个地方很冷，但是副手长他怎么出来了？我将会保护你。这个人打不到，好远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我的第二声啼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不会跑。哇，这个日女的技能，我的一个妈呀，兄弟啊！哎，我这波还一个人都没收到，好难受。哦，我们这个辅助的一这波团上空了两个好关键啊！哎，这个好可惜。买，我去买，要买春哥了，这把。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塞纳，我也不好进场，他就一直 A 我，一直盯着我，我过去他就 A 我。手又长，真的讨厌。我刚一个人待在这边，他们两个人看我，上面一个螳螂，全在那盯着。队友都被宰了。啊，EZ 的话可以骚一下，卡莎被开只能跑。跑完就不好输出了，有点可惜。你分钟，我们的那个下不能死啊！我操，一打二嘛，这么憋吗？猛吗？爬起来，站稳，很好。别怕，狼哥，你是真狼哥。
挖掘这个掘割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队友好强，我这个经历。